多谢欢迎来看台北消息。关心张学友进前因为呼吸道区感染到三张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宣布延期，目前仍然恢复健康啊。今日演唱会照常举办，下晡三点会提出这个现场票和几百位车这个歌迷呢，都准备好是了。这个真侪人拢穿真侪假丝透明的排队，也有四十年资深的歌迷呢，专人为华人到台北，伊就来抢头香。有真侪歌迷是排偌久，排三工两暝，伊遮辛苦，唔惊艰苦，就是无愿意错过甲歌神搁重逢的机会。好可惜呀，不是一日夜里只付情书。穿黑色的西装外套，正深情，又搁唱歌又搁跳舞。歌神张学友进前去得到呼吸道融合病毒，三张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宣布延期，目前已经恢复身体健康。今仔日的演唱会照常举办，下晡三点也将会开放现场票，正百位歌迷做好准备，透明排队。那讲到透明排队，简单爆棚，一定爱传。四十档的资深歌迷，十一号在为华人走起来台北，成功徛伫队伍的上头前。这是我人生第一场排队，然后也是第一场张学友。从国小就听他唱歌到现在，我还有帐篷、还有地垫，这都是朋友们提供的。然后还知道我吃素，还特地买素食早餐给我，只能提供水啊、饮料啊，然后电风扇啊。他感冒，他生病嘛。然后取消，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说，为了要看嘛，所以我们就这个时候还是再选择再排一次。现在无想要错过韩国神搁再重逢的机会，每只歌迷排三工两暝，拢嘛甘愿。详细看，有人穿纸箱袜、野餐纸袜、露营衣等等，也搁有人专工买床纸袜，才困得起。为了预防台北高温的天气，电风扇加行动冰箱被当无存，就连蚊仔粉、行动充电器、水含食物嘛拢交完，一只辛苦都是为着要抢歌神的门票。艺人杨千嬅曾透露，坐捷运的时阵，无说你将张学友六月初九张厝的门票拍无去，而且一摆都是六张。想要到消息一个公布，一点钟了后，才接到台北捷运的电话，确定找到的爱。歌神的魅力令艺人拢挡袂牢，每种唔惊艰苦，日夜等，每夜等，总算要记得上心爱的明星。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